我是佳欣啊，你是？我是敏姬啊，你是？我是振聲。嗨，我哋今日不如一起問大家一啲問題啊！我問先好唔好啊？猜，我包剪得。我問先都真係。咁咧，你哋兩位啊，都係創作組合啦，有時係。咁你哋嘅相知相遇同相愛過程係點噶？如果真係講點識，我係 IG message 嘅識。佢溝我嘅，佢 DM 我先。DM 嘅林嘟嘟嘅下一位前度到而家。要問我問啲好正經嘅問題，不如俾你抽，俾你抽，我唔係我問你，好啦，真係冇次序嘅，我覺得呢個幾好，呢個幾好。喺你以前作咁多嗰啲垃圾屎歌之後咧，你覺得到而家嚇，由以前垃圾屎歌到而家，你覺得咁多年嚟嘅創作有咩改變啊？阿梁小姐，我就認為咧，我都冇變過嘅，都係一個垃圾屎嚟嘅，只係嗰個呈現嘅模式咧比較高 cost 咗，高級垃圾屎，高級垃圾屎。你哋拍攝嘅期間咧，有啲最 extreme sport 就係你頭先叫我問噶嘛，你話體力勞動最 crazy 最印象深刻 extreme sport 是哪一些？不一定要一起拍的，可以是分開的 project 都可以。體力勞動啊，體力勞動小孩星啊，小孩星 Eden， 因為那天有外景的，有個泳池景的，結果我們一上到去了，就是我們的燈上去就下雨了，跟住因為突完雨，跟住還要轉景，然後個時間很長，所以我覺得小孩星。小孩星是因為你記得拍完那場淋大雨之後，我覺得我們去再轉一場戲去酒店，我覺得自己會死在現場。啊！我真係呢個係咩？哦，你哋兩個都分別同唔少新主流歌手合作過啊，當中有冇咩難忘嘅經歷咧？我覺得啱啱同阿姜個合作係好難忘嘅，因為今次是他做導演啊嘛，即係同佢做作品的説話。咁我係即係我第一次即係做人哋嘅執行導演，然後同時做埋佢嘅即係 executive producer 咁樣。咁你就係、是、即係我第一次完全係其實 execute 人哋諗嘅嘢，然後你點樣幫佢一起盡善盡美去做好。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。你都係創作歌曲裡面係被堪稱呢個調教之母嚟嘅。最中意調教啲觀眾，唔係喺演唱會調教觀眾啫。你調教是不是你創作的原意？可能我的樣子比較調教系啫，咁有些人是治愈系的，咁但很明顯啲人一見到我就不會覺得很 comfortable 嘅，咁都幾好啊。例如哪些啊？我中意即係移風易俗是一件很好玩的嘢嚟嘅，即係用一些要注解啦已經。移風易俗啊，譬如即係啲人聽不慣我唱歌冇氣啊，又或者啲咬字怪怪地啊，又或者很多轉音啊。咁咪聽慣咯，咁我就係用呢個出發點嚟所謂調教，係因為我覺得調教咗個世界之後，即其實佢哋都爽噶嘛，即人都係有少少 M 底噶嘛，即我會覺得咁你唔舒服啫，但你爽啊！你哋嘅靈感來源係嚟自咩咧？我希望創作永遠都係自由嘅，咁所以係啦，所以時間、budget、idea 越自由咪越好咯。咁有人標籤你嘅創作為新主流括弧冇括弧線括弧天后，對此你有啲咩睇法咧？新主流天后，新主流天后，你都開發咗好多新嘅秩序啦。哦，都唔係秩序，反而如果有啲嘢變咗秩序嘅時候，我又會想 break 一 break 佢嘅。即譬如曾經有些人話過，哦，其實你東 Tech Sim 嗰啲情歌好 successful， 不如你寫多啲啦，又或者。有人話其實你只要 nice 啲，唔好講咁多粗口。其實我都唔係成日講粗口，我好乖嘅，即係佢自己。冇聽過，冇聽過。同埋我比較 nice 啲啊，即係寫啲歌唔好咁 specific 啊，唔好咁發癲喺度叫啊。我遲啲嗰首俾你聽啊。咁即係佢話可能咁樣咧，即係你要諗下啲觀眾嘅感受啊。咁其實係可以再多啲應受性啦。咁但係我就會覺得，如果我真係要諗其他人嘅感受，我就唔會整音樂咯。所以如果你一間有一條問題，我知點答噶啦。等先，你認為而家發生嘅咩事先會令你放棄創作同音樂呢？嗱，假設個場景啊，假設呢個世界咧，人係唔可以自由創作，一定要係其他人俾 approval 你先可以創作嘅話，咁我可能就會唔創作音樂。即其實好似一套戲咁樣咯，你想係要審批，音樂都要審批就唔再寫啦。可能用另外啲方法寫咯，或者去另外啲地方寫咯，或者咩啊，嫁人咯。
我就知道你估到我不會咁答嘅，生仔咯。你哋覺得我身上有冇啲咩特質係你哋冇而渴求？我都有呢條。我覺得你哋有好好嘅抗壓能力，同埋即係唔會放棄咁做咯。我係唔得噶，我去次去到清片，我心諗 I can， 我唔可以。但係你哋日日點解清片唔得嘅？因為嗰啲廁所同埋所有嘅配套，如果好啲就好啦，同埋乾淨少少，即係我會好想。清片應該係拍嗰啲。多謝新主流天后為我哋發聲。唔係嘅，佢講嘅，你佢客套説話嚟，佢好敬業嘅。佢拍咗廿個鐘樹最尾嗰 shot， 咪個人魚瞓喺個浴缸嗰度，佢最後都仲係流得出一滴眼淚，喺好眼瞓嘅時候，我覺得係好專業嘅。同埋我覺得你睇個世界幾醜惡都好，你都用你好 poetic 嘅方法去。睇同埋演繹出嚟咯 ，which is 係我做唔到，就係咁。多謝曬梁小姐，多謝曬啊振星同埋阿馬基啊，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喺度呢度啊，咁咧多謝大家觀眾有咩問題就即刻問佢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